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误会你。你很小就开始出来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十二岁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简直就是把我当一个摇钱树。他就跑去房间，就拿一个存折跟一个金融卡，就上面写的我的名字。留下的钱啊，他就跟妈妈交代说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太累。是他误会我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心里的感受，坦白讲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去死。周一到周四晚上九点钟，爸妈囧很。